其實佢都唔知道發生咩事。咁有咩局長咧係會俾個處長架空咧？我真係未聽過，係咪即係或者係佢嘅副局啊、政治助理係會架空咗嘅？因為如果講話問責局長嚟講咧，周恩來要為佢個局裏邊嘅所有嘢負責嘅，佢理佢係即係不理佢個原因係咩啦？咁食環署變咗一個打壓即係異見人士嘅殺手喎，即係毀壞景觀嘅。即係我老實講，我都好佩服呢、這個。特區政府的事即是話幾唔夠用食環署嘅鄭雅敏揾我真係未聽過，即係執行啲咁嘅條。咁第二個咧就係、是、如果琴日大家有睇 YouTube 嘅話咧，即係警方係完全冇道理。佢話件棺材過大，咁我即刻拆咗個架，咁已經個棺材得四尺嘅，咁跟住就話唔俾個咁嘅推撞，跟住再呢、這、一個傾嘅時候，佢話任何橫額係大過一塊咁嘅 figure， 即係話兩尺乘三尺嘅都係叫過大嘅物品。OK， 咁我而家覺得好簡單。過往各中聯辦門口、門前、門後、門示威，包括司徒華老先生在內，集中呢個支聯會帶佢嘅道具，全部都大過曬呢啲。咁佢係咪以後唔俾支援咗佢？佢夠唔夠膽？係咪我就黑啲咧？司徒華同何俊仁就唔好黑啦。呢啲根本係已經達到咗一個，我覺得如果即係我即係我哋又講唔清楚問題，我都會開嘅時候講清楚。如果輿論或者傳媒有得佢咧，呢個真係香港悲哀，因為有一日你哋部機都會帶過頭。你部機嘅，佢叫你買部細啲嘅，女人孭嗰啲機先好型都得。咁我亦都知道前線嘅財，即係新聞工作者就冇人嘅。但係我係未見過一個政權咧係接二連三咁醜陋去行使嘅公權，我真係未見過。咁如果香港嘅傳媒或者香港立法會議員咧瞓覺嘅話咧，我可以保證。未來有幾年唔會有這個市民的抗爭咧，係唔會受到打壓，因為佢知道咗講呢個白大話，即係話咧係言不由衷，係即係用其他旁助到係可以打壓到即係異議嘅時候咧，佢一定會做。其實呢、這個已經我覺得某個程度上已經係。大陸化，即係話佢唔會話唔咁樣唔俾你做，佢係用第二啲嘅例，根本唔相關嘅嘢嚟整下你。我覺得所以你問我哋仲有咩嘅講法，我講俾大家聽。我想問翻阿蘇生咧，其實你自己本身，所以佢有冇？係唔好意思。頭先咧，你哋提到就話，即係喺啲，即係而家政府針對嘅對象係啲籍籍無名嘅小市民啦。咁尋日就有一個女嘅社工就喺澳門被拒入境咧。其實係咪係覺係會覺得係呢、這個係成為咗一個即係可能三地之間嘅一個執法嘅趨勢咧，定係點樣樣？我覺得佢點解打壓小人物咧？這個是有一個恐怖的講言性，因為如果拉長毛拉十次，就是我坐一間不做議員，其實那天都覺得是啦，長毛是這樣的，我去沒問題了，是不是？明白嗎？就是說我不是這個長毛是這樣的，他自己喜歡這樣，他喜歡被人拉就被人拉，喜歡坐監就坐監。那大部分的人都覺得為那個示威很安全，只要不像我這樣，或者不像或者平時唔好食，即係只有毒俾直鬧出去。而家揾啲無名嘅群眾市民去告咧，係造成一個恐怖嘅效應。其實等於話唔俾我翻大陸。老實講，我翻大陸做得啲乜嘢啊？係咪我翻大陸最少兩隊港隊跟我啦？其實我做唔到咩？佢就係話，如果你搞對抗嘅話，你有一日可能翻唔到。你回不到去的時候，當然對你學業、事業、婚姻、冚唪唥、愛情都這個消閒都有影響的嘛，是不是？大家都知道的，大家不用笑，大家都回去的嘛，是不是？那好了，這一種這樣的白色恐怖才是真的白色恐怖。你即是不是如果即是等於大陸，有一天
嗰啲人都覺得，喂，如果去上訪都可能變咗劉曉波啊，梗係唔敢上訪啊。劉曉波同上訪嘅群眾畢竟有分別啊，係咪啊？上訪嘅群眾打餐拎翻去噶嘛，係咪？如果你話有一日上訪都要判十一年嘅，你會唔會上訪？當大陸做到話上訪都要十一年嘅時候，咁就冇上訪噶啦，或者係暴動啦，係咪啫？其實呢個唔係難，好難去了解嘅，即係話令到呢個寒蟬效應係非常之清楚。即係如果你又做社工，你夠唔膽咁做？你夠膽做啊？你家人都鬧你啊！佢呢個度假嘅，乘興而去，敗興而返。明白事理就話用，唔明白嘢即刻鬧你啊！你搞咁多做咩啫？連佢玩都有問題，係咪？呢個好簡單做嘢。如果大家諗唔明咧，咁我都費事多講。我想補充一點，即係同佢冇乜直接關係，但係首先我想講一樣嘢就係咧，過往其實譬如城市論壇或者立法會都有啲人，無論係民主派嘅，又或者係建制派嘅，都有啲人追出去鬧長毛，鬧打我添啊！係即係有啲咁嘅 case 嘅喎。以前係維園立法，見到啲民主派議員講完，又係追住你買反中亂講，指住鬧喎。結果咁多年咧。警方、政府都係冇做過任何嘅執法或者類似嘅事件。有啊，點樣？我姚樹嗰度有，佢有一次拉咗個人，咁佢打電話同我道歉，我話算啦。咁但係整體上咧，我哋睇翻嗰個 case 就係、是、不斷就係對年輕人或者對即係所謂發生後民間組織咧，去不斷打壓。咁你頭先講係兩岸三地嗰個，好明顯嘅其實係有即係嗰個消息互通啊。嗰、那個女社工其實我哋搞唔耐嘅。我連個樣子都唔好認得佢啲，唔係想即係想啊，即係唔係話一個即係好活躍嘅分子嚟嘅，即係你證明其實佢哋裏邊嘅黑名單已經係做得非常之警報上面嘅互通，已經係好 detail 型嘅啦，已經做到，即係呢樣嘢我覺得係即係恐怖嘅，所以你唔係白色恐怖，唔係口號嚟嘅，你睇到啊，從女社工嗰件事你看到，你只有一個猜想啫嘛，大家又覺得我吹水，你 on top 嘅只有一個機構叫做國安局。你只有一个机构才可以将三地的情况是搞埋一齐，如果不是我真的想不到第二个。现在我想补充咧，就系而家个食环署啊、康文署啊，变咗政府嘅打手，或者是一些政治嘅压力嘅团体。你好似呢个天主教组织去申请个场地去祈祷一样，我去搞区里边嘅中秋晚会都被人哋打压。不能夠去舉行，但是這樣是否令到民間組織或者是意見人士是不能夠暢順地發表意見或者搞一些活動呢？那我想這個就是真的是恐怖的世界。咁啊，其實咁我就喺，其實我就啱，我就係、是、都係近呢幾近年先大學畢業嘅。咁我都係主要都係喺電腦工程嗰邊嘅範圍做嘢啦。咁但係就近來嘅工就因為即係不過近來都係做一啲比較上係臨時工嘅嗰一啲嘅工作。咁依家就。即係都喺經濟生活上面咧，都係一個好大嘅壓力喺度嘅。咁今次嚟講咧，其實我都係有一個隱憂，就係、是、究竟呢一次事件會唔會令到我嘅事，即係我嘅工作嘅前景或者係事，即係喺揾職位嗰度會唔會有一個困難喺度咧？會唔會喺當中會有啲其實會有啲公司嚟講會唔會係一見到你係俾人拉過會就案底？是啊，案底你咪做唔到政府工作，咪涉及啲專業嘅工作。咩 blacklist？ 我未到案底。案底。佢未有一檔案。佢首行為點解唔案底啊？首行為要經過法庭判啊嘛，哥。係啊。揾工作有影響。不過就唔係長期留你咁解，真係唔得曬。咁你廣告嘅即係。警察社都有啊，
繼續抗爭啊，或者繼續有啲咩嘅行動？你會唔會唔放棄啊？我想我會是會去一去，我想我會是去到中間那邊，即是如果你說要衝到最前的話，拉鐵閘啊或者是那些，那我就是會考慮。有沒有話過即是爆夢啊，即是這幾天都還很擔心吃不安睡不著，那些人影響你的生活怎樣受影響？啊！見到林卓玲嘅爆紅，又係睇電視爆紅。我未至於，咁就係會多嘢多嘢憂慮啦。咁就係會。你同我講嘢都口窒窒，佢驚。佢平時唔係咁嘅，我唔知佢醫。點解會加？唔係佢平時唔係咁嘅咩？佢平時冇咁口齒嘅，平時都係咁嘅。唔係㗎，唔係。你搞錯啦，陳鋒。佢平時口齒伶俐，佢今日好似好驚啊！好驚啊！緊張嘅，唔使驚。呢個唔喺法庭嘅，就係講咗漫畫咗佢可以。係啊，就都個原型嘅，即係會係。好在我諗就有佢啦。就即係都係有好多嘅壓力嘅，都會承受到好多嘅壓力。聽日同你講過啲乜嘢咧？即係頭先就話，雖然即係爹哋都係擔心啊、驚啊，屋企人有冇同你講過啲咩？有冇變壓力你啊？咁如果壓力就肯定有嘅，因為始終佢哋都係家長，都係會錫，都係愛錫佢哋嘅兒女嘅。例如咧，咁你具體啲例子？都係話，即係以後唔好搞嘢啊！係啊，唔好搞嘢啊！啊，唔好強出頭啊！嗰類咁，即係當即係呢個係教訓嚟㗎啦。有冇？仲有冇？差唔多啦。OK， 咁啊，喂，咁啊，請埋出嚟，我哋嗌幾個口就完啦嚇。阿海倫，佢哋係咪阿康仔啊？快啲！係啊，快啲，快啲出嚟！快啲，我哋趕住走噶啦，下一個節目啊！出嚟！係咪驚？係啊，唔係驚嘛？係驚有兩份。出嚟！係啊，出嚟！我包曬佢啲鋪頭。係啊，快啲啊！你仲有鋪頭咩啊，陳哥？你仲有佢？喂，快啲啊，老味！快啲啦！快啲！企上沙發啦，跟住就沙發啦，而家五歲沙發啦，你多咗咁差嘅真係。阿海榮都話，喂，前邊有冇座位啊？搞個沙發，禮拜一陪你上，同你上台面，我換過嚟。快啲啦！企埋啲你嚟。再計，再計。快啲 ！OK， 我哋嗌幾個好。首先走啦，不如。阿志傑 ，OK， 1、2、3。抗议政治检控，抗议政治检控，反对白色恐怖，反对白色恐怖，还苏兆康公道，还苏兆康公道，抗议政治检控，抗议政治检控，反对白色恐怖，反对白色恐怖，还苏兆康公道，还苏兆康公道。OK， 差唔多啦，多谢晒，多谢晒，多谢晒。我哋赶住下一。